ICHEM。ICHEM。Google。咦，出来了。哎呦，他节拍比较快吧？对。想风，那个阿姐，那个 rundown 那边啊，你帮我们看一下那个 B1、B2、B3， 它每一个 title 下面讲的 Intel 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太懂，我要翻很久。等一下，我被卡在前面的动画还是什么 ？rundown。对 ，rundown。我按什么 connect to rundown 吗？然后你按一下 B1， 它就会有这个关卡的简讯。嗯 ，B1。要看哪个 ？Specific DNA sequence。你每一个都看。哦好。重点在哪？那个 Intel 就好了 ，Intel 就好了，最上面那一个。需要特定的 DNA 样本。Prisoner sent to retrieve SHSU with matching tissue quality。送去取回这个叫 SHSU 的东西，我不知道什么。就跟我们上次拿那个一样。需要吻合的那个叫什么 tissue 叫什么组织的那个水平、水准水对 air filtration system unstable 那个空气过滤系统不稳定 prisoners deemed expendable 会有 ego 你最会讲这一句话 expendable 什么是 expendable？简单来说，应该像是那个吧，毒气室吧。应该是对吧、啊？应该是有危险。那就又要抽，又要抽空气。嗯哼。那第二个 ，B 二。好 ，prisoner deemed expendable， 就是说他把你们当消耗品一样，很容易。没错、啊，我们是消耗品，没有。我们确实是啊，我们是囚犯。Retrieve specific chemical compounds at any cost of prisoners， 就是要你不论不惜牺牲任何数量的那个的囚犯去取回他们那个特定的那个化学 chemical 是药物是不是 ？chemical 是化学的意思。然后那个简述下面有那个他们的对话记录，就那个红字，然后。哦，没有啊，他就是讲说怪物 speeder， 然后停了顿很久，然后 hey speeder， 然后就是interrupt communication， 就是说前面可能有人就是你知道就是传讯，然后一半突然没断都是断讯那种感觉。就他们都可能在通。对，没有啦，好小声。就那个他那个怪物在吃那个对讲机，他就好。No.然后 B3 嘛，你有看 B3 吗？嗯，好难。High sec create requires processing。我们上一次取得的那个，在 High sec 取得的那个 crate 那个叫什么包裹箱子，需要处理，就是 process， 就是处理加工的意思。Prisoners sent to locate and operate machinery needed for further treatment of the crate。machinery needed。我们被送去要寻找一个。用来处理这些货物的机器。Roaming hostile creatures present， 有到处在寻徘徊的怪物的，应该不是怪物，那个叫什么？那个敌对的生物，有敌意的生物。Low prisoner survival rate expected， 那个非常低的生活率。好嘞，老师，我不会的英文单字全部写起来，我会了。你不知道哪一个，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你刚刚一念我就会了。我应该是不会拼。所以才不知道这是什么。B3感觉是触手怪比较多，像现在 A1 跟 A2 都会有复数的触手怪在同一个空间。B3说到处徘徊，应该就是触手怪吧？应该是。B2 有说怪的事情吗？他只有说就不顾那个囚犯的人，不顾囚犯的性命也要把东西拿回来。应该是有很多怪吧，是不是有那個啊、而且他们通话，那个要输入密码的那个，有可能哦。啊，那超麻烦。就是我们在之前啊，我们玩到最远的关卡就是要。就是它最后一关是我们需要到一个电脑里面，然后输入特定的指令，
然后呢，输入完指令之后，那叫什么？然后我们又要开始守点，或是回到前面几关，然后在时间内，它可能一轮有一分钟，我们要在那时间内存活下来，然后并且在一分钟过完之后，又要跑到另外一台电脑里面输入特别的指令。嗯哼，所以就变成说，就是我们清怪要快，然后又要那个，感觉好痛。又要收集，又要在等待时间收集物资，然后又要开始这样，然后一直 repeat。对，那个 B 1它写，而且重点是它程序六轮。嗯，B 1它写有长角的怪物，每个都长角，冲突怪吧？他说 Horned Monsters、哦、有长角的怪物，那就冲撞怪、啊。Hit them in the back， 就是黑黑的。If they're sleeping，、嗯、就是怪物的弱点是头。顶跟背，所以不能打脸，你可以打头顶或者是后背，整片全部都是弱点。OK， 不要绕到背后，不能打头。对，然后我有点担心 B 二，他是 discharge 是什么？把东西放出来吗？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我有点怕。discharge 就是他只是标题，我看看了。我很怕他要把什么东西放出来。B two 的叙述是最少的。对啊。我觉得应该是我想的那样子吧，就是 spitter 是指吐东西的意思吧，会吐东西。对，那个就是我们不是有打近战跟远程嘛，对不对？有两种小子，那个远程叫做 spitter。哦、oh, ，OK。Spitter 还是？没有。对 ，spitter。就看到邀请了，真的好可怕。我觉得应该是 B 1吧，先 B 1吧。主要是没办法直接开那个 overlay。嗯。你们要带哪些工具呢？我觉得我带，带快乐心。快乐。快乐的心情去闯关。没错，我带地雷好了。地雷在哪里？那剪，我有远程机枪，或者是近战机枪散弹，然后地雷，然后扫描，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泡泡枪。哦，你说工具是不是？拓是不是？哎，工具，对对。嗯。我之前都带那个比较无脑的，就是那个机枪，放地上。机枪吗？你要远程的还是散弹？一样有两种，散弹还有散弹哦，看。对，远程的话是高伤害，然后大概一发就可以把巨人打死嘛。可是他的弹夹量超少的。对啊，你说的那个机枪是武器还是工具啊？那个工具里面，工具最下面那三把。你说最下面、哦、sniper sentry 我看到了，狙击枪塔。嗯 ，Auto Tech 51RSG 嘛，嗯，他们应该都有说明。对，第一个是他写自动枪塔，第二个写狙击枪塔，第三个写 Burst 就是指那种连发三连发那种，噔噔噔噔噔噔那种。对，那个会让怪物满山。嗯哼，我之前都带最后一个了 ，Burst Sentry。要我换吗？有特别需要我换哪一个吗？我都可以，其实我不介意。我觉得你可以带弹药多的。弹药多的，那这三个比哪个弹药多 ？Auto 还是 Sniper 还是 Burst？ 我有点忘记是第一个还是第三个。第三个，感觉第三个应该比较多，因为第一个是全自动，它就一直就哒哒哒哒哒就打光了嘛。那第三个好了。不一定呢、欸。不一定吗？因为其实打过去，它还是有可能会穿过来。因为第一把是乱射，但是准度比较低，但是它要很近。然后第三把是它中距离就可以打得到了，而且会让怪满闪。只是我记得它好像是第三把子弹偏普通，然后呢第一把偏多，第三把是最第二把是最少。他说让怪可以，他让怪会停止的是第一把、欸。哦，真的好，那我记错了。你看 deployable，、oh. deployable 就可以放下 automatic enemy detection 自动侦察敌人 low damage 低伤害、
Tungsten Round， Tungsten 是那个钨， Tungsten 是钨吧？哎，钨还是对啊， Tungsten 就是那个钨丝那个钨，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嗯、然后 Staggering Effect 就是可以让他们被就是打停止那个 Staggering。OK。第二个那个 Sniper 是 Long Range 长距离 High Damage 高伤害。然后第三个是 medium range burst fire 中距离，然后中距离，然后那个连射连发。哦，那我上次都带错了，我们怎么下来的？我上次是带第三个了，我一直都是用第三个。好、啊，那我们就用第三个吧。真的吗 ？OK。那我用。但是因为我有带那个狙击枪，第一把大支我来，第一把听起来比较好用啊，可以停住敌人的话，可是问题就是它距离比较短。对，我可能要放在前面一点。那种门口吧，就门口的时候，他们一波过来，它比较像是控场、欸、我觉得那个第一把那个，就是在通道那边这样。对，他们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比较像控场，因为它低伤害啊，所以我觉得它输出应该比较低。可是你要想哦，就算是有怪要来了，可是也不一定会照我们想要的出怪方式出来。对、啊。所以就还要再稍微随机一点，而且你说你要放很近的话，那你要先知道说你要有声音，放的怪物在哪个位置。收了，喝酒了。我感觉第三把有了，第三把好像还因为它是中距离的话，嗯，手比较长。那我还是一样，第三把。嗯嗯。Hello。看容错率高不高啦？对啊，感觉第一把的容错率是最低的。嗯，可是如果会用的好的话，感觉可以救人。我们在 get the fuck out。Get the fuck out。I know。要带 booster 吗？嗯，先不用吧。先不用带，好。我们可以先正常。对，第一把，没错。死就算了，我再抓个菜包还是老七。菜包，哎、欸，还在线上，戳他一下。他好像不在，他是月亮。他每次都买月亮。有时候他在的时候，他就会亮绿灯了、啊。他根本不在。好，那听你的。游戏大声，麻烦小声一点。这让我想到之前那个。大涛说什么？我那个每次在魔兽都在线上，都不知道我在不在。可是如果我不在线上的话，如果假设他过一阵子不就会自己断线吗？那代表说我都一直在线上，是吗？他就是不知道你是不希望被人打扰还是怎样，他只是比较委婉的问而已。哦，没有啊，我就是。没人聊我，然后我自己做自己的事。因为你知道有一阵子你说大超都不会找你们打还是谁？然后其实我有问大超，大超是说他以为你不希望被人家打扰，所以都要用那个镜子。然后我之前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没跟他讲。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前面可以跟我喝酒。用那个雾，太早了，不能都不会有中。对，我现在在喝了，比较不吵。我有一大瓶高粱在我桌上。哎呦，阿杰开喝哦。没有了，现在喝我就没得玩了。喝起来，喝起来，我得，我得。有猫吗？别是我们上次打的那一个。哪一个？就那个，绕就有高低差，然后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那个出入，上前后前左右都有那个出入口。完了，我可能听不懂。然后我现在在上课，现在听到没上课，我不小心开头触发的那一场。哦，对，怪我。弟叔，你要不要上课的时候先休息一下，不要喝啊？会不会？我在休息啊。Okay. 我现在很快乐，拿着我的小白跟我的酒。你是自由的。我昨天，我拿了。同学今天有出去，我就跟他说。去买酒来我家，然后就把酒买来我家了，赞。哦，我以为他会跟你一起喝。没有啊，他回去陪他男朋友。嗯。谁老青？阿姐左边这边，包含下面那边一共有。来了，我有朋友是男生。六七八九只。哈哈哈哈哈哈。
没错。那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一群呢？还是我们不解决他们 ？I got this. OK。好血。很多、哦，很多要过来。哎呀，我没有触发地雷。我的地雷，我的地雷。升级，不知道，好烦啊！哎、啊，我懂、啊。好玩的游戏。哎、欸，为什么他们没有踩到地雷？我以为可以把他们全部炸死。再来。再一次。因为他们太瘦了嘛。换一个模式。FPS 屏幕比较亮，它太黑了。再一次了。好啊，看到那群怪，我就情不自禁。所以现在有带那个bioscan 是志祥祥，是不是？啊啊！那个叫什么 bioscan， 就是可以扫怪物。哦，对啊，我的。OK， 就是他只有在就是他们触发攻击性行为的时候，或是有在移动的时候，我才可以扫描。如果我没有办法扫描的情况下，我只能看说我能跟你们报位说哪些地方有怪这样。妈！要马？爸！就家里有酒吗？好像怪这样。那你买好不好？滚他！文豪，你知道陪他买酒。雅涵想喝酒，陪他喝，我们在家。雅涵，可以吗？文豪，直接讲出来怎么回事？问惊恐。都这里啊？没事，但这边全世界都知道。干红酒太狠了。All China know you're alcoholic。但是我不 care。我知道你不 care。完全不 care， 虽然我的名字，我今天早上才因为名字的事情生一次气。欸，生气气怎么了？啊，没有，因为我在最近在谈房子的事情， oh. 然后唉，好，现在应该算谈下来了。了解。反正就是那个，看那个房东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反正。哦，你要换房子？然后还是你现在的房子？嗯，对啊，我要换。我刚去同学住，然后现在就是，嗯，现在是，就是，哦，这是怪的配置位置还不一样，一定对，它都是随机变，是不是？对，嗯，右边这里有一只，可是它在楼下，然后。左边远处有三只，可是我看不到，有些在楼上。但是我跟他说，反正我就是跟他说，就是对，因为你知道需要一个他叫就怎么叫我的称呼，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姓汤，然后他就说康，我说不是，是三点水的汤，他就说哦，潘小姐。干你啊！他得他耳包是不是啊？耳包哎！我要改姓，我从现在开始就要改姓，好不好？不是，这真的是一个好不好？从小到大的困扰，不用写的就会变成杨雅涵，不用讲的就会变成康雅涵，好不好？为什么都姓汤啊？这知道啊？汤有那么少见吗？很少见呢、欸。真的吗？我遇到很多人都姓汤，我从国小有个同学姓康汤。真假的，我长这么大遇过姓汤的人，只有我跟我弟。国中也有姓汤的、啊，然后我高中的也老师，我高中的导师也姓汤啊。是不是很少？超少的。你弟叫什么？我弟汤君祥啊。哦，我刚刚想说汤君祥这个人好像我认识，可是哎、欸，我弟呀、啊，原来就你弟，那我真的只认识你们两个姓汤的。汤君祥是我弟啊。
所以每次在叫翔翔的时候，觉得很像在叫我弟，因为我弟我也叫他翔翔。哦，亲切感是吗？哦，可以了。翔，你有姐姐了。太棒了。翔本来就有姐姐不是吗？对啊，你现在又有一个干姐。我不要那个神经病。喂。问号。等一下，怎么都跳那么多讯息？找到电脑了是不是？有一个维修系统，他说应该是电脑，他要我们去电脑，应该说是，没错。亮他，nice。哈哈哈！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一只在上面，下面就看不到，太污了。完全分散行动。这边有个门，前后左右各一道门。这个门是要 key 的 ，green 346。要被 X 电，哦！完了！叫他叫他叫！靠靠靠靠靠！你们的触发到我这了，小心哦！你们后面一堆，完了，我真的很不会潜行你。哎，看不到。走上来会比较好。哦，打到那个了。他是梯子。哦，对，他是个梯子。我扔七发血了。还有，不要叫了，叫一点，闭嘴。好的。Sorry， 好烦哦，我真快疯了。没人没怪，没什么好。我等你把枪塔放下来，敢吓死我，我扔二十趴血。很正常。你等一下我扔二十趴。小，你被 Q 了。小技巧就是第三把武器的光是白光，你会比较好在黑暗中看到东西。哦，好。我拿到一包补包，可以补人。你家梯子在哪？哦，二梯。我找到电脑了。二，你要拼一下吗？那个东西叫什么 ？HSU 几号啊？忘了。四五六。我被 Q 回来了。Hello。好嘞。Hello。嗨，在98区。98区了。这是往97区，没有警报。那个箱子。Green key 吗？346。看垃圾。没有 ammo pack。哎呀，我没有开枪。谁缺？自己想。又在屌了。我是，我应该是里面当中是不会摔的，可是我竟然摔的好惨了，干。我看补一次是补多少？二十几趴，对不对？二十趴。那我帮我跟。哦，你说子弹吗？对对对，子弹。子弹是看。百分比就是每一把武器不一样，但通常会15-20这样子。哦，那我帮我自己跟翔翔补一次。好，然后阿姐有帮你补血好了。好，你帮我补一下。因为我只有一包。OK。Thank you。我帮你补。补好了。好。翔，等一下有找到补包，我再给你吃凉的。不用。再给你吃一包凉的。对啊，我这个补包可以用四次。我说要扣我的血债，我连我自己的理智都扣了。我这个弹药包可以用四次、欸。啊？哦，不错哦，就看他有几包这样子，他有几。我捡到是四包的，好猛、啊。我也想说，快点把它消耗掉，就可以捡别的东西。可以留着，可以留着。子弹到后面，我们要撤离。我们物资会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怎么过去那边啊，我不会走。好像一楼都没有，我看过了，一楼什么东西都没有。对，等一下这边要怎么过去？你看那边怎么过去？
干嘛？你在哪里？在那里？那个门要怎么过去？走这边。对不起，不然的。啊，没事。切画面。对，应该按右键。这边，这边。玩一下别的。嗯，哎、欸，有箱子。哎、欸，有找到了，我找到路。Rollstick。啊，干你、欸！这是中王九十三区。九十七。97，刚刚我走过去。嗯哼。Lock Melter 是什么？哦、oh, ，可以开锁的。对，熔锁器。嗯有些门上面的开关，它会被一个锁头锁住，或者是箱子被锁住。哦，哎、欸，它跟那个，它跟弹药包是不相，不那个，不相抵触的，不同的。对。嗯。它算是属于小工具的类型，像那种熔锁器啊，然后荧光棒啊，然后那个烟雾消除器，那些都是属于小工具。嗯、了解，我找消耗品，应该是消耗小工具的消耗品。有需要用电脑吗？还是你们已经用了？刚刚已经查完。OK OK。那、啊、这边是怎样？哎、欸。嗯。我在跑酷了，你们要？跑酷。在哪一区呢？另外一边我没看。啊What's wrong with you? Nothing. I just tripped. That's all. 哈哈哈哈哈哈！这种好一般有人被跌倒，有人摔下去。没办法，还没有护栏。We apparently need a green key card here. We got green key card here. 我觉得去九十七区的那个门吧。找到钥匙了。好啊。他说要去九十七有钥匙。好的。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是开门。哦，对，如果要跑那个的话，会是有警报。通常，嗯，他会写 warning。Warning， 一大堆怪物会过来跟你。Warning， 手电筒关起来。上去会有三只怪。我们也不用小声吧。我们在学他而已。Come here, come here, here, here. 哎，没有怪啊。有哦，在另外一个空间，这里没有。OK。所以我们暂时安全。对，我们暂时安全。噔噔噔噔。走就走走了，很多好东西可以捡。哦。通常这种安全的地方很少有箱子。雾消除器。Glow stick. Trash. 叫 glow stick 吗？我拿了雾消除。好有怪。什么的？转角看到那个尸体。哦。这个应该就是囚犯的尸体的，就嗯对。我真的是人类，也看起来不是怪。对。突然想上厕所，等我一下。好。好。那你要出来是吧？哦，没有 boost。哦，我看到你拼了一个怪。那个是触手怪。哦，天哪！这个他应该在另外一区啊。触手怪到底要杀他？哦，两只靠腰又来了。两只手看，双重触手怪，啊，太恐怖了！触手怪到底怎么杀呀、啊？他那个触手不是全他就是在伸出触手的那个时候呢，会还没有到接触阶段，然后回收的时候，就是大家最脆弱的时候，然后就冲过去直接蓄满力要打他头。哦、可是你要打很准哦，因为如果你假设伤害不够的话，他会。它会变成蓝光，然后蓝光之后这个阶段是无敌状态，你怎么打都没有，所以说之后你就只能、哦、只能打
在大爆发的去要打一波怪物，然后蓝光之后就直接尖叫，对不对？对，没有出问题。天哪，好吧，好恐怖、哦，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概念。而且现在他竟然给我们的配置是两次的话，以前都是一个空间一只，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变两次。两次是我们太衰吗？而且它的出怪的模式是，你走过的路，就是你走过来的那些可能经过的那些怪物，它再额外再生一波，可能从后面过来的。哦。除了前面那些被影响到之外，后面还会再多个一坨。了解。Lots of places for bad shit to happen。好，散会。我也不知道 ，lots of shit 怎么happen， 中间没有听清楚。什么 shit？ 偷看一下，我先偷看一下。好像也是安全区吧，看一下。这里有电。哦。子琪，回来了。欢迎回来。我开了一道门，然后这区应该是没怪物。然后在我们那个右半边的那个区块有两个触手怪。Good。来，快疯。Good。啊，有鼓包哎、欸。Sorry。干你啊！这个东西如果跑很快，是不是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会，也会触发哦。干，真超恐怖！这是之后才新增的，所以说很靠背。没有，一开始就有啦。可是不会叫啊？会吗？会。你会叫？啊，只是面板改了。OK。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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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你知道你在输的时候，我也看得到你在干嘛。完了，乱打东西。不要偷看人家玩电脑啦！我也要看。你有看到我吗？你有看到我直接嘟进那个荧幕旁边吗？有看到，有。刚好在听工程师。那这里应该没什么东西，乱打字会发现。一二三，我刚才打 pin ass， 我刚打 pin ass， 干，在 pin 什么东西？蛋呢？我把自己的屁股都拼出来 ，pin that ass， 没错，对，这里 ass 的 ammo pack， 这个他你这样 pin 是好像不对吧？对哦 ，pin 是要打出它的编号，你要打 list， 你要打列出。它有一个 list， 它有一个清单，然后那个清单的那个，比如说 ammo 的话，可能 ammo， 然后编号多少这样子 ，ammo pack， blah blah blah。对，list 可以标出所有，就是像可能你要 list 第几区里面的所有东西，或者是说 list 那个所有这个 ammo 的编号序号，你有那个序号之后，你就可以。然后他可以再更进阶，是你要找到这个区域的那个包在哪里的话，你必须要到这个附近的电脑去查，然后再 pin 它，它才会亮灯给你。就可能他现在在69区哦，然后呢，你可能在69区里面有一个钥匙，你要找那个钥匙，那你就可以用 pin 找到它。但如果你在70区，你就找不到，他就跟你说你要到69区里面去找。对，他说 out of reach。电脑。对，就代表他不在这一区。我们现在这一区是多少？97，所以他不在97。嗯哼。然后我不确定是，如果你假设那一区的包拿了之后，你再用那个 pin， 是不是还会再找到同一个箱子的样子？就是。你已经拿过了，可是他好像是空的嘛？他不会显示在那上面。OK， 因为就你拿了那个 list 就不会出现了 ，pin 也 pin 不到了。哦，那就代表是拿过的意思。他把这个 bug 修正。啊，这样好一点。
这样子上楼梯是瞬移。嗯？没有啊，没有。所以还有一个门呢。OK。通到哪里？啊，那边开始就有怪了。好 ，Z92，Z97。我们这边就是九 T。哦哦。Oh, oh.右边，就两只。右边有四只怪，然后都比较分散。前面两只，左边三只，然后我们的后面有三只，在那个高低差上面。哦，看到了，有一个学习，有一个小悬崖。Sleepers, don't make a sound. We'd be overrun in no time.喂喂吓我前面两只谢谢哎呦那个中不中好哦小不乖对啊哎我先打嘛我就定位了。他毕业那个距离应该不会侦测到你这里吧？嗯。阿杰要不要来这边打那个站子？一起打吗？你是说？对，我们一起打。要数三二一还是什么吗？嗯哼。打哪里背吗？打头。你可能要站起来。我站着应该没有关系，我不要走就好了，对不对？对对对。哎，出发出发！靠，这种状态近是不是啊？你在他想的时候站起来吗？还是你碰到他？我猜我是在躲太近了，可能不然碰到他。哎，你不要开枪我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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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快快快快！哦耶、yeah. 因为后面已经开始出发了抱歉我刚刚走太近了没事没事 你碰到他的话他也会尖叫哦哦好哎你干嘛碰我肩膀妈的色狼你干嘛碰我肩膀我告诉你哦色狼你干嘛碰我肩膀变态我就坐在这里干嘛碰我肩膀好笑那手有细菌你知不知道啊我身上的细胞都不知道被你的细菌破坏多少多少了多少颗了多少颗好哦我忘记他怎么讲了啾一声ammo pack 一包哇好你们工具 有要补吗我这里有三包我的工具还有66%，我的弹药包还有两包，要不我把它用光好了。我看里面有没有缺子弹。我拼钥匙了。在另外一边，这个距离是多远呢、啊？等一下，他消太快了。一个房间。我帮你补子弹哦 ，B A。好啊。我不是 B A。这是 B A， 这里。我帮你跟 B A 补各补一次好了。我觉得你们都可以。但我都没有用没有吧？武器只剩工具包呢，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弹药包。那技术包，强风我补你好了，你那个工具包先留着。哦，好。我的血好少， okay. 我的血好少，我们现在要。对啊，你们都太少了。一开第一把被打很惨，真的。刚刚那个反而我没有。因为还好，刚刚那边有门，但那个门就毁了，尴尬。真的。打骗几次？打骗100次。哎呀。开门没关。是不容易满足的想疯了。那等于说起来，我好像很奇怪。你自己说你要拼100次啊！我想拼100次。
啊，同一个空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啊，你才会听得到他的声音啊！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吗？你没有听到我大吼大叫吗？有。难道没有感受到？可是没有小怪，好像只有那一只。OK， 我有聚焦。是什么？那是触手吗？没有救啦。在哪里啊？走来走去，他在那个另外一边，在下面。哎，我看到 booster， 我捡 booster 哦。啊，等一下，远处就有怪了哦。OK， 两只能捡，我要捡哦。这边有箱子，我要捡哦。他们都在这边，我这里，然后那个在楼下这样子。我要开喽。分割的一个区域吧。我听到触手声音。哎、欸，我找到钥匙了。耶、嗯， yeah, 可以走了。你不用去闯他们，太好了。耶、yeah。上面还有什麼？上面没东西。死路。OK， 然后回到开头嘛，又回到最初的起点。怎么了？我怎么记得回去是会有怪的？好啊，我帮你看。嗯，要靠着右边的墙走，总有一天你会找到出路的。我要截图，中不中？你是想要变成中不中？不太想。你看到这种在地美食，就觉得应该要拍一下照。在地美食是吧？没错。上面没有那个、啊，没有那个软的、啊。哦，所以是指别关。这边怎么有个爆掉的门、啊？对啊，你们是从哪边走的？就那个啊，我们刚刚出发，然后那个怪一坨。这里对对对，你过那个门，然后靠右边，沿着墙走出来，然后再靠右边，沿着墙走出来。对啊，这边吗？这边哦。对，这边这样子走，然后右边嘛，对。OK， 应该没有怪吧？还是有怪？没有。有怪我就会讲。OK。有怪，小梦就会像触手怪一样。耶！笑死！哇！然后好不好？全世界怪都来了。哎，我那么吵吧？没错，你就是这么的优秀性气。我们刚怎么来的？我的金鱼脑袋哦。这是等级四的警报门。啊。小猫是迷路了。哎，我迷路了，我金鱼脑袋。哦，先说为什么会对这边那么了解，因为我们之前有玩过一点点。哦，这个地方来过是吗？不好的回忆。是。怎么还有个 lock melter？ 那老火龙姐。对。但我还好，不需要。等级四的警报门，好的。等下我耳机线打结。好。我耳机线在我头上打结，问他。为什么？啊？不知道。那是你的发圈吗 ？OK。好 ，Let's go， 开喽。靠近。靠近，你可以再靠近一点。靠近。你可以再靠近一点。然后有怪哦。可能因为等一下会有怪。有怪，我们要踩那个圆圈圈的点。对对对，我们等一下一上去你就加枪他。他从怪从哪里来都是我跟那些。小梦不要。我要
标不到。右边的样子。标不到，太远了吧？哦，有了有了。欸、没有看到。在楼上还有一只。有。来喽，他们要过来了。等一下，这心率也太烂了吧！哇，巨人呢？大只的，哇！干，我倒了。走了，看我血量太惨了。他血量很高，他血量没了还可以走了。对，每一只怪都这样。OK， 我打不到。头没了不代表死。对。哎呦喂哦 ！Help me up! Help! 现在巨人他走好快呀！你有办法？风筝回来的话，这边有枪塔可以让我们守住。枪塔会杀到自己哦。哦，对，枪塔会杀到自己。怎么那么有力气讲讲话啊？干！对啊，超吵的。我觉得你们先生存就好，不用特别管。不是，我也是。只能毕业了啊！啊！啊！奶奶！我前面血量太少。我被巨人夹包了，包夹了。哎、欸，好。哎、欸，这样还可以捡回来。夹心派。没错，我已拿到一个 muted stem shot， 那个可以装在你那三格的东东、哦。三格，对啊，对，强就是强化嘛，强化的道具。有普通、稀有跟传奇吧，应该这样讲。哦、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哎、欸。嗯。当然会说明、啊、你点一下，它上面会做那个这个效果是什么，然后条件是、哦、条件怎么触发，增加伤害 ，and bio scan。Main damage 加6%，嗯 ，Special damage， 怎么大部分都是要 Bio Scan 呢、啊？所以可能要靠队友拼。嗯嗯，会、哦、有一个是 Glow Stick，、啊、有一个是 Glow Stick Proximity， 要有那个，要那个什么 Glow Stick 哦。荧光棒吗？荧光棒对。嗯，对。荧光棒的附近会增加伤害。这个也是 Bio Scan， 我看几乎都是 Bio Scan 呢。哦。对。好累呀、啊，才只打一仗而已。怎么样？我 L 是第二塞好了。好的。嗯。好像没装。嗯。刚刚。很累嘞，特别要动脑。嗯，或是陪我玩枪火重生也可以，我还没有解完成就的样子。枪火重生也可以啊，也可以哦。我可完结，可能要等我下课。走啊！你大概什么时候下课？六点。快了，快了。要。哦、是地我们先来打一场，帮，哎、欸，帮，可以，我可以先打一场，我等一下再跟你们打，帮阿杰练个手感，还有就是我的手好